台中代表的歌手，来大嘻哈时代大放异彩。听说他的气最长可以唱11秒，不知道他今天不会破纪录啊？然后也听说他是现在新生代 Auto Tune 最强的一位高手。希望你们的声音都可以借给我。谢那个千月桃红计划，然后邀请我。我原本是要来跟你们一起看演唱会这样，然后他就递送了邀请，然后让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因为我之前也是一起来参加很多桃红计划在千月办的活动，然后也是在台下跟大家一起嗨。然后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在这边，我很开心。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正能量。我觉得你们先给千月一个尖叫声，也给我一个尖叫声好不好？要啊，好啦。震惊，就是今天神秘嘉宾嘛，我今天等一下带来最后一首歌。然后在这首歌之前，我想要先就是鼓励大家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可以一直散播出去的。我之前在台下这样，我有一个嘻哈梦，我今天成功做到了，我很感动。然后呢，我希望你们在自己的梦想，如果你们感到迷茫，如果你们迷惘，不用想太多，你们做就对了。希望你们在这个路途上都能够扶摇直上。All the way up, DJ, let's go!